这有一个怪叔叔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又来到猜猜猜了。对，我们最近是不是太没梗了？最近真的没梗了，没有钱买 PPC， 只能来留这个东西。不过也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功能机，因为其实它这个 RU786 系列，RU786 是什么啦？这个系列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，然后总共有六款，然后我主要是想要新一跟友美，主要目标吗？那你今天要花多少钱啊？好，我现在就480。还有六种哎，我只要两种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好啦，那就换起来。好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要一点技巧。说好的很有技巧呢，就是技巧就是对他凶，人要比鸡凶。对，吃咯，不吃哎，吃啦！你到底在干嘛？吃了，吃了不吃力。哎，谁都不会呀！加油！人家跑 Uber 又有你的事了。好，我们就先开始了。试水温。我是希望我240就可以下班了。我觉得有点困难呢。我想我心里有一个预感。我第一个应该会是羽柴秀吉。哦，羽田秀吉。羽田。靠呀。究竟是谁呢？感觉松蛋。应该都看得到了吧？他是谁啊？谁？是那个四良。第二个。好。有美。牛起啊！我觉得又是四良。真的假的？今天又是绿色。谁放的、啊？又是四两啊！哇，爱你耶！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这240缔造奇迹。你还有几个240？我还有两，我还有一个240。又是绿色啊！真的假的？又是四两啊！看我连三拉三哎！看你好厉害哦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啊？哪里啊？欸、我很佩服哎、欸，都真的佩服哎、欸，你会不会四只都是？如果我连四拉四，我就下班了。我跟你讲，又是绿色啊！他谁啊？谁？我没有，他是赤井秀一。赤井。对。哦。我有点难过。好，第一抽，我第四、第五抽，它是不是只有绿色啊？它是同一种颜色、啊，可是我看它有粉红色啊。哦，没有，它是同一种颜色。真的假的？这是谁啊？谁？哦，羽柴秀吉。我，哎、欸，你要的都不出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快凑整套嘞。哎、欸，黑色的，干，又是他，谁？赤井秀一耶，哎，你跟男性的角色配角还蛮有缘的哦。你当我们是粮食塑胶蜜？这240，这扭完剩120。哎、欸，不一样颜色了，里面是一样的、啊。哦啊，他是羽柴秀吉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最后一个啊，好了，最后了，下 BGM。有看
刚转得非常有气势，我觉得这一定是新意。我笑而不语。是谁？说啊！谁啊？自己秀一到底。好吧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衰到爆哎、欸！你总共花多少？960，480加480，对，我花960。然后我扭了三个赤井秀一，扭了两个羽田秀吉，扭了三个四良，重点他还是连三拉三，超屌哎、欸！他超爱你的啦。对啊，我根本被缴命哎、欸！看你这样，我想加码。你要上诉吗？对。你说初音吗？对。那你要借由我的手吗？好。我来。来，交给你了。你这不怕死啊、哦？来。你真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很失去的了。真的这么不怕死？上次抽不到，我就不相信这次会出来。那如果出来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徽章。徽章了。还是一样的，还是重复的。如果是这个就开心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，如果喜欢影片可以帮我在订阅加分享，也可以点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啊，有什么想看我们扭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我是好，我是月月，拜拜拜拜。